你小学一年级就读英文，还是转学的？你找在荷兰金融，技术国小，然后转到那边去。这是一年级转的，是吧？然后你怎么参加校队？你妈妈介绍的。后来你就被校队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每天下学校有在练球吗？是谁在教啊？是家长。看那个赵叔叔有教你吗？赵公公。他不是有在教你吗？他有严格对不对？马上，马上要。严格查，查住。你现在还不会跳沙对不对？你以后跳沙更猛。因为我看底片跳沙很帅。他因为叫你跳沙啊？都交了，都交了。
Thank you.